两个开始长出尾鱼肚的大学同窗抽到史上最好吃的题目。饭桌，我们要做菜给他们吃。他们要在隔天下午一点前办好两桌菜请客。你要带吗？阿秀可以带不？他们大刀阔斧，食材跟时间都拿捏得很准。他们煎煮炒炸，史上最五位达成的挑战即将登场。9月10日周五晚上9点，公视扭蛋。